大家好，我是飞雪，今天学习一首东北民歌《摇篮曲》。好，看一下谱子。四四拍，以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是四拍，稍慢，因为是摇篮曲，哄着宝宝入睡，所以速度是慢一些。第一小节，兜兜兜啦。第一个兜，第二个兜是四分音符，第三个和第四个兜和拉两个放在一起组合成两拍，也就是说兜唱一拍半，拉唱半拍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东西，也就是说比如说把兜和拉，我们速度加快，两拍快到最后变成一拍那个速度。好，我们看看什么感觉啊。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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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速度由慢到快，是不是变成哆啦到哆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我们从慢到快最后变成了倍数的关系，一倍的关系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什么？我们第三行的第一拍啦的，这种称之为八分附点音符。好，四分附点音符和八分附点音符，它们就是一个倍数的关系。四分附点音符它是两合在一起是两拍，而八分附点的是合在一起是一拍。好，这个关系讲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只是平时需要练啊，练多了就可以。好，现在跟着飞雪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个曲子，跟着节拍器一起。二三四，哆哆哆啦嗦哆哆，嗦啦啦嗦咪嗦咪来来，来嗦嗦咪来咪来哆，哆啦咪咪来哆啦嗦。四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个说明一下啊，这个曲我们唱的那个旋律啊，包括那个谱子都是按照显示出的谱子来唱。那实际演奏的时候或者实际唱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其他一些附加的技巧在里面。那飞雪已经提前把这个谱子做了，把那些附加的技巧全部去掉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学最最基础的阶段。好，第三行开始有一个八分附点音符出现了啊。好，我们连着从第二行的最后一乐句开始啊。一二三四，哆啦咪咪来哆啦嗦，啦哆嗦啦哆，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咪嗦啦来来西啦。OK， 好，感觉到了没有？这一个啦的嗦啦啦的和咪来哆来咪来啦唱一拍里面的四分之三拍，都唱四分之一拍，咪来咪唱一拍的四分之三拍，来唱一拍的四分之一拍，包括下面还出现一个咪嗦也一模一样。好，再来往下。啦嗦咪嗦啦，啦嗦咪啦嗦，咪嗦咪来哆啦哆啦嗦咪来来哆啦嗦，二三四，啦嗦咪嗦啦，啦嗦咪啦嗦，咪嗦咪来哆啦哆啦嗦咪来来哆啦。好，到此结束。为什么最后把那个节拍器关了呢？因为我们看到最后一句写了一个渐慢，并且这个嗦上面一个小眼睛，延音的啊，延长音，具体延多少，按照音乐伴奏来。我们再看一下曲子，最后一行，最后第二行有一个反复记号，这个反复记号怎么使用？我们从头开始唱到这个低音嗦，好了之后，再要从头唱唱唱唱唱，好，唱到低音嗦，再唱最后一长句，
明白了没有？好，从头到尾，我们一起跟着来唱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哆哆哆啦嗦哆哆，嗦啦啦嗦咪嗦咪瑞瑞，瑞嗦嗦咪瑞咪瑞哆。哆啦咪咪瑞哆啦嗦，二三四，啦哆嗦啦哆，瑞咪瑞哆瑞嗦咪瑞，咪咪嗦啦瑞瑞西啦，啦嗦咪嗦啦，啦嗦咪啦嗦。咪嗦咪瑞哆啦哆啦嗦咪瑞瑞哆啦嗦，二三四，哆哆哆啦嗦哆哆，嗦啦啦嗦咪嗦咪瑞瑞，瑞嗦嗦咪瑞咪瑞哆。哆啦咪咪瑞哆啦嗦，二三四，啦哆嗦啦哆，瑞咪瑞哆瑞嗦咪瑞，咪咪嗦啦瑞瑞西啦，啦嗦咪嗦啦，啦嗦咪啦嗦。咪嗦咪瑞哆啦哆啦嗦咪瑞瑞哆啦嗦，二三四，啦嗦咪嗦啦，啦嗦咪啦嗦，咪嗦咪瑞哆啦哆啦嗦咪瑞瑞哆啦嗦。